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飘雪。今天，准备跟女儿去那个超市去买点菜，然后过两天不是女儿就要回学校了吗？两天，她明天就开始回学校了。她是圣诞节放假，到现在一直还没回学校。然后她说想吃烤肉，想吃烤肉，我准备现在去超市，跟她一起去超市去买一点菜，晚上就简单的烤一点就。我跟他在家里吃，儿子晚上约了同学去什么去打什么保龄球啊，打什么的，不知道，应该也不在家吃，就我跟他两个在家吃，去看一下，随便买一点什么菜，两个人随便吃，烤一点点就够吃了。他而且他吃东西很少，他吃东西跟猫一样的，吃不了几口。我现在开车，我出来去加油，他在家里面等我，我加完油然后回来接他就好了。现在准备出发，就去附近那个韩国超市里面去买一点嘛。出发，开过去也要十几分钟。最近的油价也便宜了一点下来了。
要去放在上面，它屁股上面有贴，我看得到啊。那你换包包去啊。那就是辣的，是不是？那都是辣的。是吗？嗯。哦，我的天！是辣的了。这个是淮山，淮山烤鸡真的好不好吃？没烤过淮山。我这摆的什么造型？熟了没？嗯。油不够，那边不是有瓶子，你撒一点。
没放盐。没有啊，就是别放盐了。别吃太盐。不吃太盐。不吃太盐。不能吃太盐。不吃太咸。不吃太咸。我烤了这个什么叫什么山药，山药片。好吃。还是筷子好夹的。你明明知道我闻不到味道，一点点。这个放一点。嗅觉不敏感了，味觉也不敏感，不爱吃东西，闻一口。